裴总啊，楚副参谋长啊，这个喝咖啡啊，讲究在一种十分温馨的气氛下，有高雅的气质和贵族的气度。可是您看您，啊，那个心急火燎的，急功近利，这只适合喝一喝二锅头。 怎么回事？这是韩鹏吗？这不可能啊！等等，我们都见过韩鹏本人，不知道带着谢兵。这是韩鹏没错，这是韩鹏吗？下口，老张。等着吧。嗯。你看我说的吧？楚副参谋长还不相信？那你是谁啊？报告首长。 我是山豹旅机步营战士霍德。霍德，哎，姐，怎么还在这儿啊？洪副旅长让我们赶紧回去，马上要开战了。真的？别演了，赶紧的，抓紧时间。首长，我们要去参加战斗了。啊，不过这儿的消费啊，您尽情的享受。韩鹏旅长啊，已经把所有的消费全部买过单了。再见。 啊，等等等等等，你就是艾佳？首长，您认识我啊？山豹旅特战大队侦察排排长。是的。西军我们远火部队的也是你。是我们特战侦察分队指示了目标，在远程火箭炮的每一个作战单元的指挥车上放了一个小贴士。什么？小贴士？是的。什么小贴士？小贴士？什么小贴士？ 就是他发出的定位信号引导空中的巡航导弹追踪了你们的远火指挥车，哀家有所失礼，请二位首长原谅。哦，对了，我们的洪副旅长让我给二位首长带个话，他说他完全可以在这间咖啡厅里把二位作为俘虏抓起来，因为这周围已经布满了山豹旅的特种兵，如果那样的话，二位首长就是我们山豹旅的高级人质了。 但是我们洪副旅长考虑到还是给老战友、老领导留个面子，就取消了这个计划。首长再见。哎呀，这也太有戏剧性了吧！ 这就是那个一枪干掉两名杀人犯的丫头。入伍前是艺术学院的学生，山豹旅的士兵都是大学生兵啊，80%吧，大学本科以上，或是在校2年以上的大学生，但是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体质、体能、心理素质考核也都非常严格。我们给山豹旅一个特殊的政策，每个征兵季，他们可以预招。 由他们和人武部一起到大学去自主招募，初试合格后，再由征兵部门按照征兵程序流程审核，新兵营训练考核通过后，再进入山豹旅。对对对对，这个专业和非专业呀是要有所不同啊。演习结束以后，我一定要跟韩鹏好好聊聊。我建议你啊，还是到山豹旅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的营区，看看他们的训练，同时也可以看看他们的生活。我相信。 你们可能都会有更深的感受。这个建议好。这是蓝军的宣传品，不要看，更不要轻易相信。这是蓝军惯用的宣传手段，来，交过来。
韩旅长的调虎离山计下山了。你们的城海防线兵力空虚，不堪一击，我们马上就要发起总攻，赶快弃暗投明吧。真没想到啊，你们能够抓住韩鹏。等你采访了楚副参谋长之后，一定能写出一篇绝对精彩的情报。把他把纪念品收了。你们干什么呢？参谋长啊，现代战争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武器，什么时尚的东西都可以植入策反宣传，几条假信息就能够造成一颗原子弹的杀伤力。你说以后这仗还怎么打呀？靠运气，凭造化呗。好了，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统一销毁，谁要是私藏了，出门。什么？先过来，我问你，小王啊，你也是老兵了，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藏这个干什么？我看这东西怪好的，稍微可惜。明天我女朋友就是我生日，我想留着送给她。祝她生日快乐。楚副参谋长，请您听电话。楚副参谋长，我是丁凯，请指示。什么？那个韩鹏是假的？指挥部裁定你退出演习，已经丧失指挥意识，谎报战果，这怎么可能啊？这是什么理由？那这里谁指挥啊？蓝军已经登陆了，我们打还是不打？这里由我代理总指挥。现在才交钱，回天无力了。不，我们一定要绝地反击，马上组织反冲击。发武器！确认就攻下了东平山，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想指挥部裁决楚战刚退出演习，在士气上给红军极大的打击，加上前几次的指挥失误，有些意识混乱。其实从红军的援火被打掉那一刻起，他
他们的部署就乱了。但楚占刚最初决定把两个摩步营调上澄海防线，是一招高明棋，可惜又中了韩鹏的调虎离山之计，再加上楚占刚决心不狠，摩步营的增援计划又没有贯彻到底，结果让我们钻了空子。哎，佟政委，这楚占刚干嘛死盯着韩旅长一个人不放？他跟韩旅长的恩怨有这么深吗？这还真是个谜，也许只有楚占刚自己才能解释得清楚。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只有经历了战争实践，才能考验出一个指挥官真正的韩景程。丁旅长，朱参谋长，两次交手，同样的结局。你可以再去庆祝胜利吗？对于我们专业化蓝军，我和你们同样悲哀，因为我们存在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你们的胜利，看到你们909旅的崛起。但是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真想问问你们，你们有脸面对身后的城市吗？也许你们可以说你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申报旅太狡猾了，也许你们认为这仅仅是一次演习，胜败没什么，什么都不影响，甚至不会影响各位的升迁。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军费是国家的，是老百姓用血汗换来的，他之所以交给咱们，是希望把咱们练成精兵，让他们有安全感。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啊，无论是谁，只要抓住了韩鹏，可以记大功一次。为此呢，你们就不惜锁定我的手机频率，盗取我的手机信息，追踪侦听，最高端的人才，最高端的技术全都用到了我一个人的身上。更可笑的是，你们的楚副参谋长跑到城里边去和我的替身见面呀。我真想问问，这对加快你们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有什么意义？这对你们909旅的战斗力提升有什么作用？我们马上就要进城了，去接管澄海市的防务，重新面对老对手。我要回去好好准备。陆海一号演习第一阶段就这样收场。期待已久的海空一体登陆作战有点虎头蛇尾，再见。威风荡漾后就匆匆转场了。随即演习指挥部命令山豹旅集群立即转入澄海城市防御，由渡海登陆转入城市守备。山豹旅却有些措手不及了，而一边坐山观虎斗，一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王可征这会儿可轻松了许多。他接到的命令是在24小时之后正式发起攻城作战，但他的重装备已经在澄海水域待得有些不耐烦了。钱副总指挥，808旅是个什么情况？你看，已经上路了。哎呦，他这2000多公里要跑到什么时候？我得到的情报通报是啊，王可征和政委韩亚洲分别从高速和国道两路天津南下，参谋长正在组织铁路输送呢。还是老一套，没什么看头。这是从哪弄来的？你问我老张吧。我们是从市规划局的展厅里租来的。租来的？是啊，这个必须得花钱租，要是想一分钱不花，这玩意儿还真不好弄到手，还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没想到
方总还挺有战略眼光的。那是，方总自从当了保障处长之后，可牛气了，啥事都事必躬亲。哎，那不叫牛气啊，那叫责任重大。不可怠慢。租金多少钱一天？一天500块。够黑的。什么够黑的呀？就这还不愿借呢？我们又不能说部队搞演习借用，怕走漏了消息，怕被九零九旅侦察情报人员发现。是啊，他们才是这里的地头蛇呢。他们在这里驻军时间长，熟人多，眼线密，一不留神啊，我们就会被他们发现。一旦被发现，有可能全盘皆输，对吧？对，方总到澄海之后啊，就给我下达任务，让我想办法弄到最新的澄海市建设规划什么开发展的图。我到市规划局去转了转，结果发现，哎，这玩意儿还真不错。我看这也不是澄海市的全市呀。对，这是开发区的一个黄金地块，光拍卖就拍了20亿。怎么样？没想到，就这块地儿这么值钱。秘密啊，就在它的地下。什么秘密？地道，地道。表面上看，这块区域并不起眼，只是个很有价值的商业地块。但其实，在这些豪华的写字楼的地下，有一个四通八达的人防工程系统，有两个秘密的出口，就在这个区域里。有可能是用来进行战略转移，或者作为地下指挥所所用。对，所以旅长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让我们一定要把它弄过来研究研究。对，从哪儿钻进去啊？得从哪儿钻出来？瞧你说的，那叫从哪儿进入，从哪儿包围。我是一拍电视剧做道具，用我的名义租来的，说好了用3天就送过去。可规划局的人说是要看剧本，我们哪有什么剧本啊？这王旅长连夜编写故事，金蝉不打字，弄了好几万字的东西送过去，人家一看，哇，不得了了，太精彩了。结果就问，是哪个大编剧写的？很想认识一下。你这么说的话，这剧本写的还不错。那当然，咱们旅长啊可真是太能胡编乱造了。哎，不过忽悠他们规划局的人那是绰绰有余啊。好了，咱们说点正事吧。郭参谋长，哎，把下一步部队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说。哎，我们包坐的高铁列车只用了8个小时，特战大队全部到达澄海市，已经在城外的集集点待命，随时可乘大巴车以旅游观光者的身份进入市中心。好，装甲营的官兵到达了以后就安排到码头上来，坦克从对面的3号码头下船。旅长，卸船的时间可不能太晚，潮汐一旦上来，舱门离码头高出2米，这坦克就不好下船了。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部署，通知船长让他等我消息。是。啊，山豹旅部署的怎么样？城外工事造了不少，他们还接手了909旅的部分装备，准备把我们阻拦在100公里以外。城内方向主要是市政府大楼的守备工作，我看他们是有点手忙脚乱了。丢人啊，丢人啊。小吉这样的，早就该端水上走人了。我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你心里的苦，我也要。旅长，
我们败得太冤了，太不应该了。我就弄不明白，我们的部署好好的，没有什么漏洞啊，可为什么？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别说了，全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彻底检讨。还有我，老丁，咱们是一起入伍的老战友，好兄弟，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说。以后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你是9090的主官啊，该你拿主意。做决定的时候，你都是在看楚副参谋长的脸色行事，这样咱们再好的部署也执行不下去啊。是的，我知道，我已经意识到这是我的软弱。楚副参谋长培养我这么多年，我心里总有种感激的东西在作祟。有时候明明知道他的安排是错的，也不好意思反对。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反对，你不坚持我们好说话吗？不好。其实谁心里都明白，有些做法肯定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就是没有人敢出来说。不，咱们9090正是这种风气把他给毁了。还有就是我们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防御作战上，而且都是放在了如何生擒活捉韩崩的身上，结果呢，上了韩崩的当。9090两次败给同一个人，丢人，丢人啊。好了，我们已经退出演习了。政委让我来叫你去。去哪儿？去海边，跟楚副参谋长好好谈谈。你觉得我还有脸去吗？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楚副参谋长，这次我没有打好，我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但你有问题。光捡我爱听的说，现在我不想听了，让政委说。第一次失败我们反思过，但不深刻。和8080相比，我们就像是鱼漂浮在表面上，不扎实。其实水底下早已长满了水草，我们就是被水草绊住了手脚，只是改革无法向前推进。说的有道理，我曾经吊起过水草，但却没多想。现在不是绊住双脚迈不动步，是翻船了。还有这次演习你大包大揽，致使旅长和参谋长缺少活力和主动性。徐小村，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团结同志，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善于团结。你批评也批评了，但却是隔靴搔痒。你说我是你惯坏的，丁凯是我带坏的。9090班子里头好人不多了。老楚，演习结束过后，我以9090党委书记的名义邀请你回到9090来，在全体党员大会上做一次深刻的检讨。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的检讨内容我来起草。我渴望这次检讨，我期待这一天。旅长呢？在里面。
走。旅长，我回来了。市政府有什么要求吗？市政府对我们指挥部以市府机关大楼作为首要目标，表示非常支持。秘书长说了，市府机关各单位要人给人，要车给车，市市县办还专门组织了几百人为我们做保障。这就好，哎，坐吧，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转换行动呢，因为比较仓促，导致我们准备不足，预案也不够详细充分，给市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不过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再认真完善吧。下面呢，请郝参谋长给我们讲一讲布防情况和下面的任务。好，配属我部的装甲营从今天晚上就要进入401国道的古雅村一带，负责阻击808旅的装甲营的开进。我机步营主要任务负责封锁高速公路，阻击从西北方向过来的808旅的机动部队。我特种大队在公路沿线实施破袭，使808旅的军列无法进入车站卸载，这是第一天的任务。重返市政。哎，老队长。啊，旅长。参谋长。好。跟何政委在网络视频接通了没有？通了。老何，你那边情况怎么样？装甲营人员全部到齐。好，太好了，我等不了了。怎么，你想提前动手？可是第二阶段的演习要到明天早上才开始啊。从现在到下午3点，海水平潮，水位最低，坦克下船方便。如果到明天早上，可就……还有，既然是打仗嘛，怎么有利我行动就怎么来。我看山堡里的动作是把防御重点放在外围，城里只留下一个机步营，大多在各个路口执勤。你想，一个营的兵力也就500多，分配到十几条街上执勤，这不就跟撒芝麻一样？我们正好利用他兵力分散，难以集中这个时机发起攻势。好，智能手机功能强大，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武器，我们既要规避它，又要充分的利用它。老何，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的坦克一旦下船，在码头上出现，隐蔽性非常差。万一哪个市民用手机拍下来发个微信，我们全暴露。既然这样，一不做二不休，我先动手。我支持这个方案。老张，到，请你们陈海市的朋友多拍我们的坦克啊！并且在朋友圈广泛传播，造成恐慌。同时，我们也把808旅坦克进城的消息对外公布。别说只有一个坦克营，要说最少3个坦克营从3个方向攻击城海，保证完成任务。好，老何，你还有什么想法？我马上去安排一个新闻发布会。对，就这么定了。何政委，你带领装甲营的官兵乘交通艇先上大船，在大船上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我马上把进攻路线图发到你的电脑上，我已经标好了从码头到市政府的两条最佳进攻路线。明白。参谋长，把特战大队，也就是你那个观光团带进城来。市政府西边有一个博物馆，前面有一个大的停车场，你们在那里集结待命。是。金参谋，到。你和老张一起把警卫营2个连分散布置到人防工程的所有出口周围。老张知道人防工程的出口，只要一开打，把洞口给我全部封死。是是。王处长到。李工到。请你们通知船长准备起锚，1小时以后到达3号码头。怎么，是要开打了吗？紧张什么？嗨，我没紧张，主要是李工有点慌。不，我不是紧张，我是激动。嗨，激动。嗨好。哎，对了，不是说好3天以后才开打吗？怎么这么着急啊？这3天的钱我照付，我的坦克等不了了，现在就想下船。好，分头准备吧。好。
哎，旅长，那个事儿咱别忘了。哎，忘不了。李工，通知各小组按计划行动，谁要是敢给我捅了娄子，我您放心，我扣上年终奖金。就是这个意思。行，我们先去了。好，先准备了。好，老张，你的任务是充分发挥你在澄海市朋友圈的积极作用，等坦克和装甲车一上街，你就叫你的朋友们拍照发到网上去，坦克的数量至少三位数。你也可以放言说808旅王可征的部队已经封锁了澄海市的所有交通要道。是，分队行动吧。哎，旅长，你别再吃这种鱼蛋食品了，都吃了三天了，吃点热包子吧。哪儿弄的包子？这是我们刚才买的。旅长，吃点吧。是啊，旅长。好，都打完了胜仗，我请你们吃大餐啊。好。行。我的老首长，您终于来了！哎，你们好，继续工作吧。哎呀，老首长，快快快快，我没来晚吧？没来，没没来。哦，来的正是时候，马上就开干了。一会儿坐在这儿，全看得清楚。我呀，就不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我来看看你就行了。我呢，有几个澄海的老战友。我们要在一块儿啊聚一聚。哎呀，十多年没见面了，想啊。走了。哎，老师长，你真的不看这仗是怎么打的吗？你们的战术战法何政委都告诉我了。哎，我听说你弄了一条坦克航母。是这样，从古代战法上来讲，这叫木牛流马，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我们把所有的坦克都藏在商船肚子里了。好啊，你是五味金用，阳痿中用。好，走了，老首长。哎呦呦呦，你看我这气性。你要这东西啊，我给你拿过来了。哦，打开看看。看看是这个不？哎呀，编号写的对不？518，对对对，我要发，谢谢老首长。我问你，你要它干什么呀？是这样，老首长，我答应送给船老大一辆坦克作为纪念，我想起您家里摆着一台，所以就先进来用用。你的记性还真不错。走了走了走了，老师长，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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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走啊。哎，走了啊，老师长再见啊。起了。
啊，大家请坐。好。这两天战况如何？有看头啊。主战刚报告说呀，已经抓住了蓝军的总指挥韩鹏。哎，真把我吓一跳。哦，怎么抓到的？其实是韩鹏设计把楚战刚啊引诱进城，所以最后啊抓的还是假韩鹏的啊，笑话闹大了。但是真韩鹏呢，在陈海城里唱的这出假雀巢会啊，为山豹旅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韩鹏煞费苦心进城的全部用意，就是引诱楚战刚去抓他，再把原本已经准备增援陈海防线的两个摩步营留在城里。楚战刚呢，果然上当了。致使陈海防线兵力空虚，楚战刚呢又离开了指挥所，山豹旅正好乘虚而入，一举攻克了董存山。看来这次演习专业化蓝军的建设对推进部队训练模式改革的确很有现实意义。这个楚战刚啊，他是满脑子想唬住韩鹏啊，他根本没有把精力放在提高应变能力和提高战斗力上去，投机取巧反而败给了老对手啊，在一个坑里摔了两个跟头，这可不是什么运气上的事儿啊。楚战刚是职务变了，但是观念没有变，这样下去也确实很危险。哦，各位首长，请各位首长进到大厅观看吧，第二阶段的演习已经提前打响了。不对啊，谁跟谁打起来了？是808旅和山豹旅。谁让他们提前了？这还没到时间呢，这我还不太清楚。山豹旅还在市区里布防呢，808旅的坦克就已经开进市区，分两路向市政府开进了。808旅还在路上，飞过来的。这是什么公告？这可能是王可征他们通过媒体发布的入城作战的公告。哦，哎，这不是黑亚洲吗？利用这种方式参与演习，还是头一次。澄海市民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各界媒体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808旅，我是808旅宣传科长。我屡奉上级命令参加军事演习，此次演习为陆海一号演习的第二阶段，演习科目为城市攻防作战。下面请陆军第808旅政委何亚洲大校介绍参演情况。谢谢大家。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海一号第二阶段红方部队的政委何亚洲，感谢你们前来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首先请记者们先观看一下目前澄海市城市攻防作战红蓝两军态势图和红军企图图。利用公开的舆论手段去争取战场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啊，808旅把有关信息啊通过微信平台和移动通讯和移动互联网向全市发布了。这文达，这个视频跟大屏幕是一样的。对，哎，这个王可征怎么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目前我808旅加强坦克营已经由东西南边，也就是从海上对澄海市区发起全面攻势，尤其是从海上快速登陆的坦克一营，该营已经兵分两路突入市中心位置，目前正在朝市政府大楼推进。同时我们的特战分队网络分队已经攻占了澄海电信中心，控制了电力枢纽，必要时我们可以随时制造全市范围内的网络系统瘫痪，造成网络通信中断，电话手机不通，微信发不出去，银行取款业务停运，商场停业。啊，这可怎么行啊，我存在银行的钱取不出来了呀。我家里还有病人怎么办？请大家放心，因为这是演习，并不会真正影响到大家正常的出行和生活。
但是部队在第一时间控制这些核心区域，是为了更好的、更有效的对它进行保护，防止蓝军利用它阻滞我方的进攻，同时也能更好的保护这些核心设施的安全，防止恐怖分子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这是红军的任务部署和作战决心。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是一个小时之后由多路攻占市政府、电视台、银行及医院。我旅参加此次攻防作战的全是国产最新型数字化轮式步战车、轮式坦克和轮式炮车等主战装备，机动和作战过程完全可以做到对城市路面的无损伤。双方交战区域为以市政府为中心的1.5公里范围内，届时会有我部轮式装甲车辆在路面上开过。